不要紧，我跟你讲了，出来以后好好做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抱歉啊。我平常对你不好吗？好啊。啊，我钱有少给你过你吗？没有啊，但是急需啊。急需是多少？不敢跟我开口，多少？很多啊，老大。很多是多少？你也要给我一个数字，让我知道付不付得出来。好了，陶哥，让我跟阿狗独处一下。啊，打完拍水，我跟他讲一下啊。等一下，我马上跟你讲。好。啊，无啦，法王在家就好了啦。好啦。法王在家了。阿高啊。师傅。啊，你妈妈还好吗？不是很好。现在应该有钱了，可以开刀了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就这一笔啊。可是不知道会不会好。我希望他会好。他一定会好。你今天这样做哈，我并不会怪你，因为谁都有爸爸妈妈了。啊，只是你要被关多久啊？五个月。好，我跟你讲啊，出来以后好好做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他被狱警带走了。哇，好快啊！好紧啊！金马嘞？金马，回办公室啊。好，哦，好啊，回办公室吧。欸，他来了啊，他在这边，在这边。不啦，阿高，没事了，出去好好做呢。啊，陶哥那边我会帮你讲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只是如果哈，企鹅帮一笔，说实在的，他们毕竟哈，不是像陶哥他们那样有秩序，啊，对你也会比较不好。我知道。啊，你被搞公是企鹅帮的谁吗？谁是企鹅帮诶？他们都那时候找我的时候，全部都戴着企鹅头，我也不晓得。好了，你先在这边，不要出去，因为我怕哈，你出去逃给他可能会为难你。我先跟他讲一讲。没关系啊，师傅，不用帮我讲话，没关系啊。我自己做错事哦，自己的事，我来担忧。啊，这一下是怕你以后心里会过意不去。好了，拜拜，给他师傅，再见。师傅出来了，这个改天再聊。给他，走了。OK 了吗？哎，那你现在要去哪里？去公司。去我公司。啊，不然我陶哥，我晚点再找你了哈。好。啊啊，搞那个，虽然是你们公司的代志，可是给他年轻人一个机会了。这个我还回去还是会再处理。好啦，啊，这样师傅啊，以后是不是没人帮你开车了？好啦，我还是得要找啊。阿姨，你之后我是觉得等一下，因为大炮好像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然后等一下一起讲一讲后啊。因为阿航那边我有一点想法，想说要跟你讲。好呀，反正因为现在已经创了神机如来党了嘛，哈。市长的部分。我会努力把它扛起来，因为阿航有一个代志，我想说跟你讨论看看，看你有没有想法。副市长虽然是听市长的代志，都可以做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想说，可不可以委托你做一件事？什么事？去帮我弄另一个小帮派。没问题，我这里有人。啊，到时候我会从党里面的资金拨款。过来帮忙，看是要买什么东西，因为不是说陶哥那边我不信任，陶哥那边我百分之百信任，因为从这世界上哈，我敢跟你讲，没有看过比陶哥这样还要支持我们的人。可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力量，哎呀，靠自己养一批小弟，应该没问题啊，就是暗中保护老板嘛。保护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安全，因为我是不知道你今天在花钱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被人家打。有，我有看到。
没有，对不对？有，我看到，我有看到，我还说，哎，现场朋友请维持秩序，虽然师傅被捅了，但是我们这边说到做到，哎，继续发钱，哎，没办法，这要是不发钱，我怕他们每一个过去再给师傅一刀啊。等一下，你一个人花多少？一万啊？啊，看，不是说要发五万，一毛被人骂嘞。可能不是一万吗？啊，这样子你发一发，应该还有七十几万吧？差不多、啊。不然那个拿去当做那个创那个的资金啊，之后不够再说。好，等一下你要让那个你组的帮派哈去弄那个珠宝什么啊 ？OK， 多做一点。私底下在做这些事情。哎，好啊，过来好，我大炮，你别恭喜啊。得啦，因为我觉得哦，我好像没办法胜任那个就是代理人啊，我是觉得哦，我不太适合自己做。管事的啦，不然你要继续卖面包吗？没有啦，我觉得我不想扛这种责任，因为蛮有压力的呢。我觉得我会做不好啊。那你安娜啦，怎么说呢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是觉得哈，就想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吧。做什么、啊？因为我卖支支吾吾啦，你等一下讲啦、哦。好大哦，是男人直接讲。好啦，等一下啦，我觉得就本来想要早点跟你们讲啊，就也不知道什么时机点可以讲啊。对啊，啦，没有啦，我可能哈想要回我的，就是回我的故乡一阵子呢。你要退出神迹如来叫你？没有啦，我精神与你们同在啊，只是我觉得我出了，你看从以前。去鬼岛找阿昏之后，然后又跟你们这样子，也快二十年了，我都还没回家呢，有点觉得是不是该回去见见。你阿妈，你是看到阿高那样子，你才想他妈要回家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是怕是不是下次换他挡刀啊？你娘嘞！哦，现在他妈全世界都用阿老布来跟我讲，你他妈的嘞！原来是害怕。没有啦，我本来就想跟你讲了。啊！你看我最近都没出现，我就觉得我很有压力，我觉得我不敢面对啊！我不像你那么会讲话，我哪来的钱弄那么多？我怕做不好啊！我不想扛这些啊！对啊，毕竟认识了那么久了，然后这样离开好像也有一点舍不得啦。可是也应该回去自己的故乡看看了啊！我只能说了，身为好朋友就是祝福嘛，阿伯不要那。真的是祝福了。你真的觉得神迹如来教是邪教是诈骗吗？不是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啦，我你听我讲完。虽然真的是啦，但是、喔、我们的教义布鲁布鲁哦，赶走忧郁，每天生活就是要开开心心，这个是真的啊。就算我今天是诈骗，我是骗人钱的，没有法力嘛，我没有神力啊。可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开心啊。所以公，你做这个决定，我是支持你。只是阿航他看起来就很不支持。为什么他没有啊？支持啦，支持啦。我开玩笑的。他看起来不支持。有啦，支持啦，好不好？你欢迎你，如果想要随时回来找我们，我们一直都在啊。啊，反正搭个飞机很快啦。对啊，因为本来就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啦。温卡扎鬼岛，我也是一生不想离开。对啊，我们是在红魔寺又再重聚啊。反正我是觉得啦。哎、欸、啦，可以啦，祝福你啦。那我们送你去机场啦，你什么时候要去？现在？还是你包包早就都款好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早就都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。行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机票买好了。好了，送你去机场好了，我们去机场了。啊，话说身上的现金要不要留在地上？这样子我帮你处理好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个问题，你有多少总共？现在只有八万块、啊，不用你留着买机票。你现在连八万块都看不上了。去机场买一些免税品带回去家乡了。好了，大炮，我们不要用悲歌来成为我们的据点。好，我希望你一路往前冲。好，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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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了。这首歌结束，我们也走了，啊，就剩你一个人在这了，好了，拜拜，去吧，去吧，谢谢你们啊，不会的，好，向前看，布鲁布鲁，布鲁布鲁，大炮，布鲁布鲁。
布鲁布鲁，好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啊！干你！把我吓到！安排，安排，安排，安排。再选，再选。拜拜，拜拜，拜了。再见。拜拜，拜拜。你不要撞我！我没撞你，我没。我在收旁边那个。等下我先上厕所。走开！你慢慢倒，慢慢倒，一点一点。我觉得你车快坏了。